怎样离开阮的身边，叫我为着你明日心稀微，深深思慕你。
人在讲对面戏剧工厂是不是？大哥是袂用人，阮想要来去。我看你犹原是幸福的女子，虽然无人替咱安排将来代志。在世间总是着爱自己打算才合理，青春是不通耽误人生的情意。心情会轻松。